是有点，它是缩进去，但是背向驾驶座这个门这边，所以我是顺势从它的后，算是从它的背后环抱它这样，从腋下这边要把它扛出来这样。这个时候从后面身体摸进都是湿的，都是血，然后再来就是卡住了嘛，卡住了，我就看旁边的，因为旁边开始也有一些人来了，哎，快点，大家帮他卡住了，帮忙弄他的脚，然后我们就大家就顺利把他的脚弄出来啊，还好没有断什么之类的，赶快把他扛到。看到那个人行道放着，对，然后这个时候在处理他的过程中，火已经起来了，开始渐渐大了。当下其实有，当下自己我有顿了一下，我们那时候不知道他是谁哦，那如果他是在我面前，我会难过一辈子，所以就不行，就是硬把他拉出来。对的。所以你那时候去救的时候，他在车内的状况是怎么样？我其实是要开车带小朋友去芦竹亲子馆，对，然后因为经过的时候就经过那个有一个路桥，然后下去的时候，再下去的时候刚好就听到。棒的就是靠他撞到那个，他是直行撞到那个分隔岛，吓一跳之后，我没有犹豫，马上把车停到路边，就下去过去，赶快过去帮忙。快到的时候，我看到是有一个工人，他比我早，他是看了一下，然后赶快，他应该是转头看到起火了，赶快转头进去工地里面拿那个灭火器出来。然后当下我是持续，我就靠过去车子，先看一下里面的状况。我看了里面，哎，他因为他玻璃太黑，我看不到，所以我那时候在想说，怎么办那个。我不会开特斯拉的门，这个时候就是副驾驶突然打开了，然后那其实那时候火已经大概小小起来了，我就看到里面是谁小朋友，就叫你赶快下来，你赶快下来。他小朋友可能当下本来是惊吓的，不知所措，然后看到我叫他了，他整个人回神过来，然后他不敢下来，他一直叫我说你抱我，你抱我这样子，然后我就赶快去帮他把他抱下来。然后但是这个时候我从副驾驶救这个小朋友的时候，我看过去驾驶的时候是看不到人的，但是我没有想到，我就先把小孩子拉。抱到那个人行道，又转头过去驾驶座这边，但这个时候陆陆续续都有人赶过来了。那时候也有那个工人，他会灭火器在灭，我赶快去开车嘛。我那时候也是过去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开，因为我看不到人。刚开始副驾驶是他开的，所以驾驶座我这样，我这边也是一样不知道怎么开门，我就想说我按开，因为特斯拉他的车门它是平的，我就按一下，就他就自动开了。我先说我不知道他自己我搞不懂，到现在我都不觉得他自己，对我是觉得他是一个一般人，然后。我看到那个驾驶是整个人是已经被撞到在脚踏垫那边的，整个人塞到里面去了。他其实他一直都是有意识，但是没有到很清楚，他就是有稍微呻吟了一下。然后我就想说，赶快把他从我从他背后就是往他的胸前这样把他拉出来。然后这个时候开始也有陆陆续续有一些人来帮忙。然后我发现他的脚卡住了，我想说完蛋了，会不会是卡在里面断了？他是有点，他是缩进去，但是背向。驾驶座这个门这边，所以我是顺势从他的后，算是从他的背后环抱他这样，从腋下这边要把他扛出来这样。这个时候从后面身体摸进都是湿的，都是血，然后再来就是卡住了嘛，卡住了，我就看旁边的，因为旁边开始也有一些人来了，哎，快点，大家帮他卡住了，帮忙弄他的脚，然后我们就大家就顺利把他的脚弄出来啊，还好没有断什么之类的，赶快把他扛到那个人行道放着。对，然后这个时候在处理他的过程中，火已经起来了，开始渐渐大了。当下其实我有顿了一下，我们那时候不知道他是谁哦，那如果他是在我面前，我会难过一辈子，所以就不行，就是硬把他拉出来。对的，然后人行道之后，整个就起来，就大火就爆炸，电池爆炸什么的，还好我们就把他拉到旁边，就地把他放人行道嘛，他可能他躺了一下之后，他就开始有点一些声音，然后可能是想要他有稍微想说叫我们把他扶起来。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讲说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因为我们刚才拉你是因为我不拉你，你会死在里面。但是你现在出来之后没有生命危险之后，你不能动，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伤到脊椎。如果你伤到脊椎，我动你可能会残废的，我想不要动。他可能是担心小孩，我不知道。我就跟他讲说，你放心，小孩子我们就把你救出来，你也安全的。我们就问说，哎，有没有阳伞啊？遮一下，去啊，工人就到工地里面拿出大把的那种大伞把它遮。然后这个时候，小朋友他有一些可能就是惊慌失措或什么，他自己跟我讲，他说他要去参加赛车比赛什么什么。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没关系，现在安全最重要，你那个副驾驶我一定会赢什么什么之类的。然后后来我就想到说，你记得家人电话吗？他说他记得，我就请旁边有个大姐，因为大姐那时候也很热情的帮忙，请他电话借给小朋友拨号，拨给他妈妈这样子，他就拨了，啊，就跟他妈妈联络。我们就跟他讲说，你先生现在出车祸了，然后你不用担心，我们帮你救出来，然后小朋友安全的。你现在过来，因为消防车都到，应该是你过来已经后送到医院了，你过来也没有用，所以我就在说你不要急，现在警察都进来了，等一下应该是。现在我可以确认的就是小朋友爸爸都没有事，你不要紧张。警消处理完应该就会跟你联络说在哪里，你再过去那边就好了。我确定人都安全的，然后确定消防车、救护车什么都到了，然后我就跟一个女警说，那我就先离开了，所以我就走了。所以后面有一些新闻出来是说访问。
现在有一些人在说什么，到底争执说谁是谁第一个去救的，